今天哦，各位董事、各位贵宾哦，大家好，早大家好哈。好，谢谢。感谢你坐阮中华客运的游览车哦。我小姓姓郑，哦，叫我阿俊啊，哦，啊，可惜人叫我俊哥啊啦，哈，拢会使，哦，啊，为着行车安全哦，阮开车进前是要做一下酒测，大家看，吼，大家放心哦。来，我今晚做一下酒测，吼，哦，大家看一下，好。来，五秒钟吼，我有酒精的升温，有啉酒，这个酒精会叫，哦，酒精气会叫，会显示迄个酒精的程度出来吼，啊，表示我连久无酒精的升温吼，就是无啉酒，哦，啊，恁会使放心坐我车吼，啊，谢谢，啊，等一下最后哦，等下在迄个安全影片啊，甲迄个小姐介绍吼，安全设施，哦，啊，最后。祝叫恁两天的时间吼，迄个旅游平安快乐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明俊，谢谢。口条很好，对不对？各位同事，我们的老板在那里挥挥手，那一点爱敢挥挥手。好了，明俊出发。好，这不会开玩笑。哎，丢丢丢，麻烦一下啊、哦，嘿。哦，都列队吧，我们会那个呢。啊，我等你了，快啊！哦，啊，国品嘛，底下国品嘛，底下，谢谢哦，嘿，谢谢，咱甲挥挥手啊，久的哦，嘿，咱要来再有其他的贵宾哈。惊哟，无啦，不是我惊啦，我是惊人，可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不是我惊，我是袂惊啦，头家哪有啥人好惊，对无？头家哪有啥好惊？咱食伊的头路，咱来尊重人。麻烦各位贵宾哦，我们9:40一定要上游览车哈、哦。啊，下车第一件事让我先拍照，对着你们就是背对着那个我们的那个五年千岁哈、哦，镇南宫，啊也对面的是那个公园的，啊注意安全哦，很正，多补充水分。原住民
今天晚上住宿的卓玛烂农场的饭店，露营，露营。红军露营的活动，I'm not sure.
等一天哦，待会车子停好之后，要下车的时候再麻烦一下两排的横杆哦，帮我们固定之后坐下车，所有的物品哦都记得携带下车哦。